来的都来了，啊！这句话好像有点摄影含沙，怎么样？含沙摄影，含沙摄影啊！是我跟大家报告，综艺圈里面是没有替身这两个字的，是，所以我是真的张飞，我真的来了，好，真的来了，哎呀，飞哥啊！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胡瓜，我一直都在这儿。哎呦，说话，几位大哥大姐都在，我能不来吗？是，各位，你有手机的话或者电视机前面的朋友，把手机拿出来，赶快拍这张照，不容易了。 再聚在一起不容易了，哎，这个看一次就少一次啊！啊不，我是重点是这样，哎，他们三个人呢都不喜欢运动的，所以说真的以后还有几次机会能碰到一起啊？这很难讲，不是老是都在那个赈灾场合才见到我，是是是，这种场合更应该要见到我。那当然，对呀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干嘛不来呢，尤玉先生？啊？ 今天晚上还提这个，对呀，我飞哥，你们我还以为你是最有骨气的人，结果你还不是来了？不是，这大家都在圈子里面这么久了，还不了解吗？越南搞的艺人越大牌嘛，对吧？哦，原来是这回事，这样说像话吗？啊，没有人这样讲话，这个怪怪，我大家晓得我喜欢运动，骑车。 我最近又安排什么飞机，又什么帆船，我坐图文的帮您讲，拜托拜托，这个我师父张飞先生是，是，过了闲云野鹤的生活，两三年没有开过节目了，就让他一直停摆吧。啊，这个像话吗？基本上过的是神仙的生活了，这个这次事不关己。 对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对，每天他还是来了。我最无辜了。对，您情操最伟大了。倒是你，我要说说看呢。你都入围了，你凭什么不来呢？对不对？你没有听评审讲入围的属于比较不烂的。我属于比较不烂。对，那我们情何以堪？我也搞不懂，我到底是我没入围都没入围，我到底是普通烂还是很烂啊？搞不懂。哎，你说这个话是冲着我来的，我也没入围啊。我是普通烂还是有点烂。圆一下，圆一下，没有，您是普通烂，我是很烂啊。对，您不一样，您不一样。 你开台就有了，你是创台元老啊？对呀，对不对？金钟奖50周年，你不到这能看吗？对，我们小时候参加典礼，一定有这个相片放在上面，就是孙中山先生嘛，对不对？您不一样啊，那个是铜像级的，就对了。对啊，哦，没有孙中山，还有这位，来往前一点，师傅，哎哎哎，那您侧面，没有孙中山，还有林肯嘛？哎呦哎呦哎呦，也是，我刚还喝了你的汤呢。 是，好，你没报奖成约翰走路就不错了。但是三位，我现在上来之后，我才知道你们三个都没入围啊！哎呀，我这站太靠近，不太吉利。我们就是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现在拽起来了吧？他这德性，你就知道评审的角度有的时候是不错的。哎。 好，哎，不是说，说这今天大家今天怎么火药味那么浓？今天是一件喜宴呐，哈，我们也不要时间耽误太久，因为小燕姐待会呢还要赶到现场去啊。哎，这是你这么大的盛会，你还要再录影？还有 live， 我跟你讲，小燕姐不用去了，已经帮你请辞，好不好？而且跟他们讲说没事就气喘发作。我只是跟张飞先生说，我真的还有节目，而且是现场。是。 所以你待会你还赶到现场去，很辛苦你了，小燕姐。对了，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各位观众，第50届的金钟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。